请接卡，戴资颖世界球后悠悠卡正式亮相。我们有请两位呢，我们靠近一点，为我们的悠卡按一个暂停，一个暂好吗？我们这一次呢，放弃了积分，然后放弃了我们这个国际的大赛，就是为了要留在台湾参与我们的世大运，力挺世大运。那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，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台湾非常难得，就是办一个大型的运动赛会。就是身为台湾人，我觉得我应该要留下来共襄盛举。这个真的好，我想粉丝朋友们都知道是一下。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就是悠悠卡可以让我制作一张属于我的，就是有我照片的悠悠卡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然后还有可以跟悠悠卡还有胜利一起做公益，然后帮助就是比较基层的学校去支持他们的羽球这项运动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恭喜，来，我们一起。